老公，肚子饿了，给我们去弄点吃的。没看见我在忙吗？胡说！等会外婆要来我们家。啊？外婆要来我们家？跟我来。 你们等一下，我去给老妈准备点吃的。今天做凤梨罐头，准备冰糖。凤梨，用我的内功，把皮削掉，撒点关节盐，蒸炸5分钟，倒入凤梨，倒入万皮水。 放凉，放入冰箱，等好吃。老公，凤梨罐头好了没有？老妈快到了。好了，记得关注我，点头像进来，跟丈母娘一起吃凤梨罐头。